5月17日，火箭少女婚纱闺蜜照曝光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谁的婚纱照最美吧。莫美琪穿上鱼尾裙款婚纱，更显得身材凹凸有致。吴宣仪就属于比较甜美可爱的女生了，低头的瞬间更是非常迷人。锦鲤杨超越自然不用多说，仙气十足又活泼可爱。段奥娟侧面的造型，身材凹凸有致，笑容甜美，真的是典型的美女了。亚米的气质更像高级模特，赖美云属于高冷女神，有些微胖的身材让整个人看上去更丰满一些，穿上性感的婚纱也会更迷人。张子宁的气质属于高贵大方类型的，搭配上宽松的长裙版婚纱，更加突出自己仙气十足的优势。李子婷的一字肩婚纱露出自己的美背，凹凸有致的身材很是优秀，这是后天塑造不了的。傅菁的造型让大家相信性感不在于穿多少的说法，虽然傅菁的婚纱很是保守，但却给人一种若隐若现的迷人气质。徐梦洁的造型就属于暴露的比较多一些的了，可爱的甜美公主裙，发卡搭配波浪长发，看上去十分的甜美。杨云晴的婚纱上面还有一件西服，虽然很保守，但是却把她的身材更好的展现出来，有一种别样的美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